欢迎大家哈、哦、来到我们的这个二月份的亲子人文班哈、哦。一只米椒如素，一只米椒心善真欢喜。爪龙灯其实呢就是五龙，有谁可以猜到？一只。一定要更美好，我会陪你笑，陪你哭。开始唠声喽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帆风顺，恭喜临门，三娘太太日记平安，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八道，八面玲珑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。小菩萨，小菩萨，慈禧小菩萨。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，快乐就会多一些。第八排第四个，第五排第二个，第五排第二个。这个三月的主题，小小我，大大的梦想。这一个绘本故事呢，就叫做我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要选三个，你觉得你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？跑步、数学、剪刀。我的目标是当画家。跟马来文还可以再进步多一点点。回金沟来找路。你们知道回金沟为什么会发光吗？找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。第一只的灰金钩是谁？第三商人。圈数要朋友吃素。其实孩子愿意去推素那个行动，如果对方点头愿意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体验他，让他觉得容易推素。我们六月份的主题呢，就是蚂蚁信念型。蚂蚁是好像甜甜的东西，有一只蚂蚁叫全部蚂蚁去帮忙它，它们聚在一起做一个桥，它刚才弄一个桥，然后那个蚂蚁走过去。我的目标是今年的马来文故事比赛得到第一或第二名。我要做功课很快，希望我可以学业进步。其实我现在在重复复习那个瓦斯。我们现在地球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、绿色和蓝色。这蓝色是包整个，还是绿色和蓝色？我们现在地球的颜色呢，就没有再是绿色跟蓝色了，是红色和黄色。已经啊，变成一个火球。那为什么那个北极熊都这么瘦的？它真的是很饿，很饿，很饿。找不到东西吃。你又放了屁，是让空气不好啊。放屁很热吗？全部地球都已经要生病了。来一个大大片的那个森林，他们去砍树，然后把那些垃圾堆在那边。七月吉祥月。有没有人跟你说晚上不可以出门？有没有？他们刚烧好了那个纸啊，我没有看到吗？然后我自己踢下去，我的脚烧到了。我想要进去里面看，我妈妈讲你要跟鬼一起看啊。做过什么事情让爸爸妈妈为你担忧、生气、伤心的事情呢？我偷拿妈妈的 iPad 啊，一个人跑出去。我没有做功课。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，随时记在心里面。我用善良礼貌的双眼，发现大家幸福的脸。上人的一句又要勇于承担，我们就会成长那一种的精神去承担起来那个担班长的位置哦。大家一起来讨论啊，怎样做啊，给 idea 啊， brainstorm 啊，一起来做东西。我志英还有弟弟三个，我们就一起合作，放了泥土，然后再搬种一些，从一颗变成很多颗。909的祈福时期已经是圆满的成功了，在这边是真的要很感恩。